必须休息一下。为啥休息？这么回事，他一瘸就完，没人要。妈妈，在七盒子里呢。哎，我操！学的好了啊，就是圆了，走道不平、啊，不平那么各里边，鼓出那个膜，各里边，对对，它平了之后，它平面着地，它就不疼。现在就是它的这种鼓了，完之后一踩的，各里边疼，就像人、就像人长鸡眼似的。对对，这个性质就跟人长鸡眼一样。开唠，开壳了，好，闻味儿得了，中午不吃饭了。嘴啥啊，这一烙就软和了哈。好大劲儿，这不行。真香啊！来点儿。这个时候应该配点啤酒。啤酒。这是跟过去咱一小时候烧家巧那个啊，对，烧家巧味儿，真香。中午喝点儿啊。这个时候配点儿。地下捡起来，捡起来炖一下。你看，咱们要是不烙的话，硬取血不了。血不能能血动啊！啊，这一烙软乎了。烙软乎了。哎，你不知道咋学会，你咋学呀、啊？你这玩意儿上后边多一刀就完，出血。你怎么玩意儿？那现在老鳖，我砰加一刀，我挣要是挣不过来，砰加一刀完，我的天！后边这刀多，三刀刀。得会整整，那不整他妈的，隔两天学的不好卖呀、啊，站不起来，废了。严重站不起来，那肯定的。这咱自个儿学还真学不明白，学不了。那学那学不是学，那要是学是啥？去炕那里扎啥的，软乎的。不是要雪梨似里边真没坏，哎呀，没这玩意坏啥？就是滚题学。嗯。坏啥呀？它是要坏就完了，干燥水泵你就炒啥料都不吃了。它要是有感染，皮子是感染，那你就完了。哎呦！小手盖这么疼难受呢吗？现在不是它勒难受，不是血。是啊，我就说你我那个是跟血手盖，你还这样吗？它勒的，前面勒左右。不难受点儿，前提还行，前这俩前提还行，没事。越，坚持一会儿啊，马上完事儿。你说他这个是咋得的？嗯，他这个是咋造成的？滚题就是他随便走，随便干啥，就这么回事儿。人有的一点不滚，有的滚不像样。越滚越行，到后头翻皮就完了。是不是那个潮湿啥的？不是，对，那没关系。这就跟人长鸡眼的，知道吧？啊。一斤的嘎是不嘎不好使。看看。嗯，里边还没坏。坏什么？那不带坏的。你花多少钱你治不好？打多少针你治不好？专业不打针事儿。好，收工，干活。